事情是这样的，你们都知道，当我妈在家的时候，我是宣布了暴躁式手账的。所以今天趁她不在家，我决定一口气炫两个黑白跟暴躁式手账。先是一波妈的色调，抓住这只黑白风筒不淡了，再来暴撕黑白公开纸本，酷酷开炫。等下去就怕来不及。一百天挑战，从手账小白到账圈大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小白。今天是我入坑手账圈的第三天。之前我做手账都是借富婆的彩笔，但是在成为手账大佬的路途上，我怎能没有属于自己的武器？于是双十一的时候，我花82入手了。这套12色的派通柔绘笔，颜色好像蛮实用的，浅试一下，都挺好看的诶。有了这一套趁手的武器，我要在成为手账大佬的路上势如破竹，所向披靡。今天就用它来挑战一个彩色系排版吧。先来个红色，哎呀呀呀呀，翻车了！用红色搭粉色画出第一个框框。再安排个紫色，第二个框框是紫粉双拼，再来个蓝色系，粉色系当然要有喽。还是偷偷借了富婆的笔，这个浅色很适合画圆圈圈。最后是绿色系，绿油油的文字框也安排一下，哈哈哈，又偷用富婆的笔了。手账小白的彩色排版完成了，你们觉得下一期我要入手什么素材？手账富婆开箱 VS 手账穷婆开箱，富婆买新素材的原因。今天做手账用什么胶带呢？好像都挺好看的，选不出来了，不如买点新胶带来用吧。穷婆买新素材的原因，边角料用的差不多了，快没有素材做手账了，是时候买点新胶带了。富婆收快递，手账素材到了，懒得出门拿，明天再说吧。穷婆收快递，等快递的第一天，疯狂刷新快递信息，等待揽件。等快递的第二天，啊啊，快递动了，明天就到了。等快递的第三天，快递到了，一路飞奔去拿。富婆开始开箱，满满两大盒新素材，满满的幸福感。第一箱是卓大王的咕卡贴贴，入了一点点，有眼膜的，也有闪膜的，还有这种绝美的大块闪闪，真是闭着眼睛咕咕都好看吧。呜呜呜，真低矮了，有人能帮我数数这有多少张吗？第二盒是满满的提拉多呀，掰出来就是这一大桌的快乐。首先是阿布素材本，每本有50张，一整本超多贴贴，这四本能用到天荒地老了。场景套装加造型胶带，超多丰富的场景，可以挑战造型拼贴了。一大把花边胶带，超多颜色，四个整卷胶带，每每安排上。提拉多方方贴纸，12张不同色系的贴贴，太适合跟龟龟PK 色系手账了。一大把胶带是翅装，2条一个整循环，很实惠，超适合学生党了。
买了这么多，我下次分一点给穷婆和小白吧。富婆的开箱结束了，穷婆开始开箱，轻飘飘的一小包，满怀期待的拆开，入了一个超可爱的多多酱贴纸包，有20张不重复的图案，超多不同色系，又可以和龟龟 PK 色系手账了。穷婆的开箱也结束啦，富婆和穷婆都有新素材了，想看我们 PK 什么颜色的手账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发现我的桌子长出了12个8级，哇哦，真是满满的幸福呀。又有一张我妈给我留的小纸条，大家都想要的8级帮你想到了，所以你懂的。我懂我懂，这个奶盖熊的12生肖交代就来安排一个妈妈喜欢的沉浸式手账吧。手账富婆古卡 VS 手账穷婆古卡，富婆拿出古卡素材，今天想捡古个卡砖，拿出一点点古卡贴纸，美美准备开锅。穷婆拿出古卡素材，穷婆点开视频左下角的填色达人，瞬间收获超多孤盘和超多可爱贴贴。富婆开始箍卡钻，从超治愈的撕膜开始，再用橘子胶带打个底。今天来箍个紫色小麻薯吧，来一波疯狂撕贴纸，超梦幻的紫色系小麻薯卡砖箍好了。穷婆开始箍手机壳，穷婆打算箍一个手机壳。啊，这手机壳有点脏啊，先来清洁一下吧。刷刷刷刷刷，再用水冲洗一下。不过怎么是用浇花的呀？最后擦干。穷婆美美开箍了，随心所欲的箍上各种可爱贴贴，随便箍都不心疼。你也可以和穷婆一起玩这个箍卡游戏哦，点点左下角的小游戏就能玩了。穷婆也箍了一个紫色系的手机壳。这次的箍卡 PK，你更喜欢穷婆的还是富婆的？